还有一点呢，就是我们彩虹雷藏寺的这个双莲啊境界，这是双莲境界。双莲境界呢，是一个灵骨塔。当初我到了这个彩虹山庄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走在这个90号公路上，90号公路上，看到呢有一道非常灿烂光明的彩虹升起来，那我们车子就开得很快，追着那个彩虹跑，终于跑到彩虹升起来的地方，那地方就是现在的彩虹山庄，也就是彩虹雷藏寺。啊，那个地点呢是七星落地，七星就是有七个山围绕着彩虹山庄。这前面呢有天马山，有天马山，啊，像一个天马一样的天马山。另外还有奇山，还有古山。这个右手边呢有屏风山，后面呢是沙帽山，左边呢是贵人山，啊，贵人山。另外还有一日庵，啊，还有一日庵，刚好是七星落地，啊，有七个星落地的地方。另外呢，这个灵骨塔的双莲境界是建在那个贝壳穴上。我看过贝壳穴大概只有两个地方。两个地方有贝壳穴，第一个是在台湾，啊，七旗那里有一座土地公庙，是像贝壳啊张开的贝壳向上的那一个贝壳，那个是一个贝壳穴，一个土地公庙刚好盖在贝壳穴上，那个土地公庙。非常的旺，在七旗，台中七旗的地方。另外，我看到的第二个贝壳穴，就是在我们彩虹山庄，目前呢，双莲境界，灵骨塔就放在贝壳穴上，在贝壳穴上。那么地灵是非常好的。当初的时候，我站在贝壳穴上，有先说这个贝壳穴，啊，它的形状，啊，它的这个气来龙如何，啊，这个穴就是贝壳穴。另外，它还有双杀，也就是说。左右的杀手跟右方的杀手都包着这个贝壳穴。那前面的这个前面呢，有四方的水互相涌来。那方向呢，有四个方向都是很好的，东南西北。啊。就是子午卯酉，啊，子午卯酉，这个四个啊很好的方向，任何一个属，你属什么的都可以进到这个双莲境界。那么师尊呢，将来也一定是在双莲境界，啊，也一定是在双莲境界。名额不多，啊，名额不多，
要赞助要快，名额不多。因为啊，经常看电视，人家在讲那个旅行社啊，名额不多啊，都名额都多，要赶快哦，要这样子，这广告嘛，对不对？广告就是大家这个尽量的啊，希望能够双联境界，让大家有一个，就算你离开了人间，那里都是一个宝地。所以将来你要听师尊说法啊，师尊也是在那个地方说法。